把握战略新机遇，拥抱汽车新时代。近年来，长安在技术层面深入推进智能化北斗天枢计划和新能源香格里拉计划，使2015至今在研发领域已累计投入超1100亿元，掌握了500余项智能低碳技术，其中有48项技术在国内首发。特别是重点打造的新一代超级电驱系统，相对于传统电驱系统，其体积减少5%，重量降低10%，功率密度提升37%，效率提升5%，为产业赋能带来更高效率。截至目前，长安汽车已经投放智能网联汽车165万辆，位居行业前列。我们以客户为中心，敏锐洞察客户的需求，成功推出了 PLUS 系列、ULI 系列等一系列爆款产品，品质与合资主流品牌媲美，高质量产品提供者的形象已初步形成。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长安汽车对外发布企业新汽车新生态发展战略，携手战略伙伴实施数字化创新升级，构建天上一朵云、空中一张网、中间一平台、地上全场景新产业模式，加速向世界一流汽车企业迈进。